伟哥兵过来给咱做邀请，来这是咱的宝贝家族来的，咱的成员，咱的邀请的咱的东哥吴东彦，带来日语歌曲《夜雾抒情》。好朋友，给咱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哦，苏克西古嘞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思い出ばかり雨模様夢も濡れます大阪地暮れ。私が悪いあの人雨を返して大阪しぐれ。谢谢。好听的日语歌《夜雾抒情》，这是咱的吴东彦。东哥好，来来来，哦，咱家好朋友帮我们东哥加油一下，哇、哦，东哥不简单呢，你去歌唱歌这搞，这有感情，哦，哎呦，哈，东哥今生日了，哎呦，还有红包哦，寿星寿星，哎呀，寿星今天唱的真好哈、哦，来来来，哦，东哥。哎，这个全国的好朋友啊，婆婆真多，有没有什么要表达的？嘿，谢谢，谢谢，真的很感谢天良。我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开刀很多次，是，那一路讲实在最感谢就是建良，都是他在照顾医院照顾我。哦，那是好朋友了，建良大哥。那再感谢的，很感谢李华，是因为我很多的手术以后身体真的很不好，很虚，是，那我就打电话问李华说。我现在这种情况要吃什么？李华都给我建议，
哎，当然就是很多哈，这个健康的食品，它让我们的身体的哈，再配合上医生，再配合上我们平常的作息，当然就越来越健康了，对不？对啊，就会建议我吃什么了，早上吃什么，中午吃什么，是的，晚上吃什么，然后再来，我很感谢天良，就是有这个舞台，是，因为这一段时间看到真的心情都很不好，哎，然后天良建良就把我带来这边唱歌，在是的，来这边唱歌以后，在医院里面。护理人员啊，包括我同病房的人都说我不像一个病人，因为每天都在看天良，然后心情好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公公的爹给他后面又报告了哈。东哥的意思是说呢，咱人哈人生尤其有福，尤其在咱身体不好的时阵、破病的时阵哦，更要哈哎开心一点，心情更要放开。啊，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有这些好朋友一路扶持，好。我家后边又感恩到修听，好像后面有支柱支持着我们，对不对？还有这段时间，因为刚好因缘机会，我认识的歌友会的老板娘，是是是，那去那边，他真的也很照顾我，很鼓励我。哎，那实在来天亮，我觉得很窝心的，就是我这个有时候我住院哦，偷跑出来上天亮，每次来在大门口一进来，碰到常常会碰到秀云啊、小凤。哦，他们一看到我就大哥，你最近有没有好一点？是的，哎，那要保重啊什么？这个很窝心，就觉得很窝心。就是说这几多人行过来哈，我家好朋友到收听，而且好朋友安尼搞来给我来呢，就是我们天良这个大舞台，让大家能够像一个大家庭一样，每个人都是家庭的一份子，任何人有什么状况，其他的人都会哈相互来扶持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这边呢。来来来来，我们这边也祝东哥生日快乐了哈！谢谢。希望呢，东哥年年开心，天天快乐。谢谢。生日快乐，谢谢东哥，谢谢。嘛，感谢咱家好朋友哈，感谢。